谢谢。接下来呢，要来邀请我们这位好久好久好久都不见的美女，邀请我们的胡佳慧，佳慧美女来到现场了。哇，今天非常华丽，我们的皇上美食达乐团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佳慧美女来到现场。哎，这都是跨年的那总裁啦，还有我们的团长的份子，哎，面子上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佳慧美女来到现场，是不是真的好久不见了？对啊，也很久没有，应该很久有表演吗？也很久了，离开了，真的哦，所以非常欢迎，今天再给她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佳慧美女呢，在把她的离开舞台之后的第一次献给我们的皇上美食达乐团，一样是一位我们实力派的歌手，里面都来继续呢，赶快起来，江慧二姐呢非常 hit 的歌曲，一张呢非常红的歌曲叫做《你就你来》，共同欣赏哦，谢谢。继续歌曲呢。你是协会的吗？不是，那是。老师呢，就是故意这样，想要制造我们，看有没有认真在听。Thank you.
位美女呢，虽然你坦白说有五年之久了，但是呢，话没出来，因为有实力的呢，就是这么的稳，这么的赞，这么的棒。所以呢，非常谢谢我们的佳慧小姐呢，再回到我们的皇上美食达乐团表演。那希望呢，我们的演出呢，大家都会喜欢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呢，要来邀请我们的这一位呢，是我们的哦，这应该叫做面具歌王啊，我们的华丽大哥来到现场了，哇，也是非常的有没有时尚造型，以及各位贵宾们，大家晚安啊，是的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看到我们华帝大哥这一身的打扮，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一定能干你担当，因为这首歌曲叫做十面埋伏，十面埋伏就是有这种感觉，神秘感啊，所以我们的华帝大哥非常用心啊，带来一连串就是哦，对我们的头跟我们的尾对也都是非常用心的装扮。那邀请我们的华帝大哥呢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十面埋伏，谢谢。全世界的都温柔，对乌白如干风英雄，探究归故乡听一遍，将一个无极地方流，和平剑客无敌真心，哈哈哈哈哈哈！Thank you.
各位弟兄啊，祝福各位弟兄和阿弥，感恩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哇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华帝大哥，大哥华帝大哥带来这么精湛的演出。他那一身装扮哦，是特别去定制的哦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皇上美士达乐团的每一位歌手、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用心的在表演每一首、每一次的每一场、每一场、每一次、每一首歌都非常用心的在表演。所以希望我们的表演呢，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接下来呢，邀请。